开心吗，托托？开心。妈妈，我以后是不是不用再去医院了？我讨厌那里。放心吧，妈妈以后一定努力不让你去了。耶！我要去给仙人球浇水，这么多天了，它一定渴了。嗯，慢点啊。慢点跑，慢点跑啊！陆成北今天来医院了。什么？他知道图图了？应该还不知道。我一再警告他不要靠近图图，可是我还是担心，万一他有一天知道图图是他的孩子，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你好，我想再看一下设备采购单，可以吗？有个机型我害怕报错了，我想确认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来给您取。嗯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柜子太老了，过段时间得换一个。那个，可以给我倒杯水吗？我有点渴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谢谢啊。干什么？给我看看。拿来。没什么。给我看看。没事吧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刚刚明明看见是他在这里乱翻文件的。我是来喝茶确认设备采购单的。啊！1000万分手费，明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上班了。什么？程北，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是吗？我下次保证不会这样了。程北，这是我今天白天在陆氏拍到的关于特效药的进货单，上面明显可以看到售价是远高于进口价的，而且还包含了一份垄断协议。太好了，谢谢，你做得很不错。接下来的事情就靠你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联合几家医药企业，他们将抵制陆氏集团。还有，我之前谈过陆氏集团投资人，他们也都纷纷支持倩雅了。多亏了你，计划才可以这么顺利的进行。倩倩，为你做的所有事，我都心甘情愿。这是图图的头发。陆氏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。
非陆氏内部人员禁止入内。我是孟寻美，陆城北的未婚妻。你新来的吗？你竟敢拦我！自称陆总未婚妻的姑娘多了去了，你算老几啊？陆总好。你，我是不是说过了？城北，这个女人不许再踏入陆氏半步。好的，陆总。哎，陆城北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李嘉诚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，我一定要见到陆城北。请回吧。叫公关部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会。雪美啊，我早就说过要让你承受失去一切的痛苦，你现在感受到了吧？连你最爱的陆城北都抛弃你了，你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。还有陆城北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些舆论根本不足以扳倒陆氏集团，他们一定会找替罪羊。但至少孤儿院的价格降下来了，陆氏集团由上次的孟氏风波再加上这次的舆论危机，股票直线下跌，这是个好兆头。嗯，图图也不用为药发愁了，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吃得起药。我打算趁这个机会成立一个听障儿童基金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然好，有那么多和图图一样特殊的人，图图就不会觉得孤单了。谢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也是我在叔叔阿姨那里学到的。当初没有叔叔阿姨资助我，恐怕我现在连大山都走不出来。怎么会呢？你那么优秀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。陆总怎么又来了？现在不是上班时间，您不用一直跟着我吧？我来看看我儿子，不行吗？